家里有正在长身体又不爱喝牛奶的孩子，这道汤一定要收藏做起来。裙带菜冷水泡发，一点就可以泡出很多，含钙量是牛奶的10倍。焯好水的排骨倒入刷锅，加葱姜，适量清水，水开再煮15分钟。倒入胡萝卜、玉米和裙带菜，再煮20分钟，加盐和胡椒粉调味，最后撒枸杞和葱花即可。